那么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我们继续这个量的分析。文方程哈有两个哈，一个值的分析，解的性质的分析，一个是求解哈量哈它的这个 quantity 哈。我们要在哈最短时间之内呢哈，看哪些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可以哈碰到的这种文方程式呢哈，你怎么去解决它 ？OK。那么上一次我们做了这个解这个哈 ，first order 哈。今天也可以选。Okay. Y 哈 ，plus t 哈等于 at y plus bt。我们不但解决了它，我们还解决了所有的哈解 ，OK。不是只有单一的解，所有的解我们都有办法找出来 ，OK。那么这个 BT 呢，哈，这叫 first term 啦。通常我们哈会着重在哈所谓基本函数哈，例如多项式哈，今天各位就会看到哈，多项式、指数函数哈。或者呢，哈，这个 sine cosine 哈三角函数，以及哈它们的加减，那么我们已经哈用我们哈微积分的背景呢哈就完全解决掉了 ，OK， 你不用新的任何的。数学工具哈，你就把它完全解决掉了 ，OK。那么啊，我们很快的看到微积分呢哈，它的功能 ，OK。现在我们要进入second order。linear equation。Y double prime minus 哈，我们它暂时用常数哈 ，Py prime plus Qy 等于零，不等于 Bt。那么 PQ 是 constant，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二次导函数、一次导函数跟函数之间的啊一个方程式 ，OK。那我们希望呢，不但能够找出解，我们希望能够找出所有的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找出它的 general solutions，OK、okay。今天之后呢，你就发现呢。啊，原来你只要利用微积分跟积分呢，就可以来解这些问题啊，没那么容易啦。函数、导函数、二次导函数它们之间的关系呢，你竟然可以哈、啊、把这些 y 找出来，而且找出所有的这种 y，OK。那么哈、啊，我要用你已经知道的 first order 的。所有的解题技巧呢，啊，把 second order 所有的解答哈、啊、解呢都解出来 ，OK， 也就是我们用已知的呢，可以来解决未知的哈、啊，这就哈、啊，等一下讲的整个过程呢哈、啊，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怎么样利用你身上的这个，啊，现在有的能量呢哈、啊，来找出更大的能量。
那么哈，这个在课本上呢哈，有关这个的相关这个章节呢哈，我把它写下来哈。我们的作业也会从那边出哈。3.6 4.1 4.2 哈，3.6谈哈，这个 BT 是等给你的说 OK， 所以它是 homogeneous 的 equation。 4.1 呢 BT 呢是 exponential 函数哈，哦啊 polynomial 啊，多项式。4.2呢，你的 BT 呢是 sin 或者 cosine 啊。当我们在谈这个值哈、性质的分析的时候哈。以及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方程式是来自这个 practical problem 哈，应用问题。那么非常不一样的应用问题呢，当你描述成数学模式的时候，你的 BT 呢，啊，会是哈、两个基本上完全不一样性质的东西。指数函数或者多项式函数呢 ，x 很大的时候啊，或者 t 很大的时候呢，函数值会很大。或者呢很小 ，OK， 但是三角函数呢 ，t 呢一直行进的时候，你这个三角函数呢是一直来回哈 ，oscillate， 一直哈来来去去周期的，所以他们描述的这个啊这些 force term 哈，他们描述的呢是非常不一样的应用问题。OK， 所以针对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用例呢，我们就拆开，啊，拆开来谈。好，我们哈要谈的呢哈，首先我们来看哈，啊，先叠个 remark。我们在哈导解的这过程之中呢，我们用到了一个我们刚学过的东西哈 ，key to 哈，这第一个啊式子啊，利用哈技巧，什么技巧？我们在解 first order 的时候哈 ，non homogeneous equation 的技巧 ，OK？ first order 啊 ，non homogeneous。你看，用我们已知的来解决未知的 ，OK？ 那么以下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了。首先呢，哈 ，BT 全等于零的话，你有 y double prime minus p y prime plus q y 等于零哈 ，p q constant。那么各位回忆一下哈，你的代数方程式哈 ，recall 一元二次方程式
OK。S 平方减掉 PX 加 Q 等于零。这个带方程式，你怎么去找根？我们有哈 P 啊，这个，我们哈这个解呢，根本就所谓哈这个光法嘛，是吧？你的解呢哈是二 a 分之负 b 加减 ，OK， 负 p 的平方减掉四 ac 是吧？以前我们很熟的是吧？好，那么把它简化为哈二分之 p 加减 ，OK。p 平方减四 q， 那么 p 平方减四 q 大于等于或小于零呢？你得到不同性质的解 ，OK？p 平方减四 q 大于零，你得到这带状方程式有两个根，两个实数根，而这两个实数不同 ，OK？ 得到哈 two。Distinct roots， 好的话，贝塔，它们都是实数，而且呢，阿罗哇不等于贝塔，一个加一个减 ，OK， 阿罗哇跟贝塔，阿罗哇啊值啊加的时候 ，OK。贝塔另外一个解啊，减的时候，如果 p 平方减四 q 等于零，那么你得到两个实根二分之 p， 好了吗？等于贝塔等于二分之 p， 看。如果 p 平方减四 q 小于零，你得到两个所谓 conjugate 啊，这个 root， 也就是呢，他们是哈、啊、这个 complex conjugate 啊，一个是 a 加 bi， 那么一个就是 a 减 bi。OK， 你得到阿尔法贝塔 a complex conjugate。也就是说呢，啊 ，IE 哈，这个 is 啊，贝塔 complex conjugate 等于哈，好的话 ，OK， 也就是说呢，哈，好的话，如果是哈 ，A 加 IB， 那么贝塔呢，就是哈 A 减 IB， 也就是他们的虚数部分哈，符号相化。OK， 干嘛？有三种哈情况，那么得到了这个零根呢哈，性质非常不一样。OK， 好，当我们在回忆这个，你好早好早以前就知道这个代数。方程式的时候呢，现在我们要利用哈已知的、念熟的呢，来开始重新认识这个 second order 的方程式。我们要去制造这个 linear operator， OK。首先呢，哈 rewrite 把这个叫做哈，刚有一个星星哈，现在有两个星星。Y double prime minus， 各位注意啦，从这个代数方程式你知道呢，
x 平方减 px 加 q 等于零，就可以写成哈 x 乘 r 的话哈 x 减掉 r 的话 x 减掉贝塔啊等于零 ，OK r 贝塔他们哈这方程是两个哈根啦 ，OK 好，这可以写成 x 平方。S 平方减掉阿罗哈加贝塔加上阿罗哈贝塔 OK 好 Where 阿罗哈贝塔这个东西让你 很快啊，就已经找到你的 P 呢就是阿罗哈加贝塔，你的 Q 呢、啊、就是阿罗哈乘贝塔。所以呢，我们现在把那一个结果把它写进来 ，P 哈是阿罗哈加贝塔 ，Q 是阿罗哈乘贝塔，利用这个式子，现在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定义所谓 linear operator。Let L 等于哈 D。dt square 减掉阿拉瓦加贝塔 d dt 加上哈阿拉瓦贝塔 i 哈 i 把 y 印到 y identity map OK 那么它也可以写成哈以下这个等式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应用最多的分身哈会是这个，它可以写成哈很像这个 x 减 r 的话 x 减 beta 你可以写成 d dt 减 r 的话乘上 d dt 减 beta r 的话 i 乘上 d dt 减 beta i 你想看看嘛，你一乘就得到上面这个 OK那么 x 减 r 的话乘上 x 减 beta 当然也可以写成 x 减 beta 乘上 x 减 r 的话，那么这 linear operator 哈，你把它乘理到这个，那它也是等于这个 d dt 减 beta 放在前面，乘上 d dt 减掉哈，把 a 哈把 r 的话写在后面 ，OK， 所以 either 哈都可以了哈。两个接头 ，OK， 反正它就等于上面这一个。好，我们现在盖房子，所以基底呢要打得又稳哈，又整齐又干净哈，那么可以哈建立哈这个高楼哈。Case one， 好了吗？贝塔。belong to R 的话不等于贝塔，也就是说呢哈，这三个 case 里面的第一个 case， OK， to solve y double prime minus R 加贝塔 y prime plus R 贝塔y 哈等于零 ，OK。g 哈写成 linear operator。马上得到了
本身也是一个哈，这是 first order 的这个 linear operator。OK， 这部分呢，作用之后 ，DDT 啊，对外作用就是 y prime， 减掉 ROI，I y 还是 y 啦 ，ROI。也就是说呢，这个 first order 这个 operator 啊，来对这个函数作用会等于零 ，OK。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晓得这是什么东西嘛 ，OK。注意，你要受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找出啊这种 y 啦 ，OK。但现在呢？啊，我们就哈 ，y prime 减掉 ry 是一个函数，没有错。那我就哈设定一个函数叫 y of t， 叫做 y prime t 减掉 ry t， 定义这个函数 ，OK。所以我得到了。DDT。减掉贝塔 i y t 等于零，这根本就是 first order equation， 即 y prime t 减掉贝塔 y t 等于零。Why not？ 这我们早就知道了。这解码写得出来 ，general form 叫做 k 1 e beta t， 1 是任何常数，所以这告诉你呢，那 from 把它写成哈三颗星哈，刚是两颗，现在第三颗了哈，三颗星。找到了，原来我的哈 ，y prime t 减掉 r y t 要等于大 y t， 大 y t 是 k 1 e beta t， 这是 first order non-homogeneous equation。Why not？ 再一次的，你当然知道怎么解这个。OK， 找出它的一个 particular solution， 加上哈，任何一个 homogeneous equation 的解，就 general solution。OK， 所以我们哈。等于再做一次啦，哈。y prime t 减掉哈，好了 ，y t 等于哈 k 1 e beta t，OK，、okay？ 那么哈 ，answers for y。注意啦。The general solution of 这方程哈，这方程是它的
homogeneous part。啊哈、啊、，yh yt 呢是一 r o t， 或者呢哈、啊、，k two 啊一 r o t， 所以你能够找到哈、啊、它的解叫 yp 的话，那么 yp 加 yh 就是这个 non-homogeneous equation 的 general solution。OK。So, to find out YP, okay, for, this equation, by the way, 试试打。那我把这个纸擦掉哈，那么要找这个 star 呢哈 ，assets 设定哈 ，y 的长相要跟 e beta t 一样，因为这是 y prime， 你除非长相像 e beta t， 你才有办法得到右边是 e beta t，OK？、Okay？ 所以呢哈，我让 y 哈 t 等于哈，不晓得什么东西哈，叫 r。技术不晓得哈，一贝塔 t 代入是什么 ？OK， 你得到了 y prime， 那么就贝塔 r 一贝塔 t 减掉，好的话 r 哈一贝塔 t 要等于。你要等一下，因为你不要 R 不要什么东西啊，你希望它等于右边 ，OK？ K one e beta t， 所以呢，你得到 beta R 减掉哈 R alpha R 要等于 K one，OK？、Okay？ 把这个 R 提出来哈 ，beta 减 alpha。要等于 k 1，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是 pp 1减4 q 大 r 里的状况啊，也就是说呢 ，alpha 是两个实数啊，不一样的实数是吧 ？alpha 不会等于贝塔 ，OK？ 所以呢，你得到了，我让啊 r 等于贝塔减 alpha， 那我就得到解啦，解啊。那 y 呢？等于哈 ，k one 啊，这个贝塔减了的话，一贝塔 t。好，这个就是你的 yp 啦。哦，这个 four star 这个方程式，这是 non-homogeneous， 所以你要加上。YHT， 所以 the general solution of four star is， 注意看了哈 ，Y 等于哈 YH plus。YP 及 Y 呢等于哈 ，YT 等于哈 YH 哈，叫做这个 K2 一的哈 ，alpha t 加上贝塔减 alpha K1 一贝塔 t。但是 K1 呢刚我在导的过程中 ,K1 是 any integration constant。K1 既然是随意啦，除上贝塔减 alpha 也是随意。
它叫 Ketusta。 哎呀 Ketu 它叫 Kwansta。 Arbitrary content。 你从头到尾你的 Y 呢都是代表这个 Y，OK， 你的 Y 并没有改变角色，只是在中继站的时候呢，它变成 Four Star 的解 ，OK， 就好像哈，我还是我，可是你可能在科技馆看到我，你等一下可能在科技馆看到我，或者科商馆，我还是一样的我，所以这个 Y 呢，从头到尾都是指这个东西 ，OK， 那好。General solution。啊，最原始的我用什么符号？最原始的我用这个 two star。OK。100%确认哈。我们呢用各位很熟的数学技巧 ，OK， 很知道的世界呢，我们现在推广到啊，我们不熟的世界，我们啊本来未知的世界，现在我们知道了 ，OK。现在我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个 two star 以及这个解 ，OK， 用一个非常简单的 ，OK， 但是呢，我刚刚讲过的呢是最完整的。Another few point. For, huh? To start.那么刚讲过了，这可以写成哈 ，d d t 减哈 beta i d d t 减 r y i y 哈等于零，或者呢哈，对调 d d t 减 r y i 乘上 d d t 减 beta i。跟跟点，各位注意看啦，这弱写为弱，滴滴 t， 真的给它 i， OK， 这像是 y prime， 现在 r of y 哈，这是一个新的函数，是吧？加等于零。第二个这边呢，哈 ，d d t 减掉 r i， 第一个 operator 作用之后呢，你得到 y prime 减掉 beta y 等于零。啊，我们这边有一个 shortcut。叫做哈捷径，在日常生活里面也是一样啦。你从 A 点走到 B 点 ，OK， 有一条路是你要经过哈这个千山万岭，经过大湖，经过大海，从 A 走到 B。那么，也许有一个人呢，他知道捷径，很快的他就到达这个从 A 点走到 B 点。可是呢，他虽然达到，哈，
这个从 A 到 B 的目的。可是呢，经过千山万水走过的人，他知道了这中间所有的状况，可能会有的状况。OK， 所以这个捷径呢，它并不能回答我刚导出来的所有的结果，但是呢，非常简单的，你会发现呢，两个重要的结在里面。Easy to find out two important solutions.例如说，你这个 linear operator 把零引到零，这当然是对啊。OK， 如果哈。Y plus 减 R Y I 等于零的函数。那么这个 operator 把零函数也是引到零函数啊，所以呢，它虽然是哈这个东西哈，像你看到这个是这个啦。如果你的 Y 满足。那么简单的一个方程式，那么它当然满足 second order 的方程式。为什么？这个 linear operator 对零函数作用还是零？为什么？零的导数是零 ，i 把零引到零，所以呢，它当然右边是零。OK， 所以你只要你的 y 满足里面这一个，它就是 second order 的解。这个 double star， 同理啦。如果这一项也等于零，那么你这一个 operator 把零引到零，所以它变成哈，这框框里面的解呢 ，first order 解呢，变成 second order 的解。那么啊 ，y 呢也是 solution of 这个哈 two star， 但这个解是什么？就是 k e r y t 啦。啊，叫做 k 三哈。这地方呢 ，y 等于 k 四贝塔 t， 那么我的这个 second order 这个 linear operator 呢，哈，因为它是 linear， 所以这两个 linear combination 也是解 ，OK。那么各位注意看啦，这个完全跟这个一模一样，但是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各位能猜出来是什么结论吗？我刚讲，我用捷径很快的找出，事实上我找出了所有的解，对不对？因为这边告诉我说是所有的解嘛。所以你用利用捷径呢，你发现所有的解也在里头。但是如果不是从这边，你不晓得那是所有的解，这是最大的不同。我这是经过所有的 argument， 从 first order equation， 哈 first order equation 的这个所有的解都长相这样子，所以我保证了哈，我的 two star general solution 一定这个。可是在这边你用捷径，你找出两个重要的值，那他们的加减也当然也是 solution，但是你没办法说，哈，单单从这边
你没办法去 conclude 去下结论说我找到了 two star 这个方程式它所有的解。OK，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他们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不同，而这微妙的不同呢，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种导法告诉你说这是所有的解，一种导法说我给你看哈，我导的解是这些，但是他本身也不晓得是不是所有的解。哦 ，two star。OK， 现在我们哈来解 case two。case one 呢是 p 平方减四 q 大于零。现在等于零，那意思就是阿尔法等于贝塔。OK， 你这个哈 ，two star 哎呀哈 ，p 平方减四 q 等于零哈，不要讲话，坏习惯马上除掉哈。阿尔法等于贝塔 ，OK。Real， 所以呢，你的这个 two star 呢，可以写成啊，这个 y double prime，OK，、okay、阿拉加贝塔哈，就是二阿拉化啦 ，OK， 加上阿拉乘贝塔啊，就阿拉平方。那么写成这个 linear operator， 你先 R 等于贝塔哈，你看，各位注意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我们要沿用跟前面哈。Case one 的方法一模一样，可是中间会有一个，啊，差别出来。OK， 这东西等于 d dt 减 r i dt 对 y 变成 y prime 减的 r y。OK， 那么你并不晓得这个新的函数是什么东西。OK。所以你让哈 ，yt 等于哈 ，y prime 减掉 ly，OK，、okay？ 所以呢哈，这哈把它写在后面，代入哈，你知道哈 ，d dt 减掉 ly。yt 它等于零 ，OK， 或者呢，哈，把它拆开 ，y prime t 减掉 r 的话 ，yt 它等于零 ，OK， 那么这非常简单嘛，这 first order general solution。t 等于哈 ，k e r t， 我看，把这叫哈五十大。带回哪里？带回哈一样的啦，这叫 two 啦。OK， 不是带回这边，抱歉了，带回这边 ，OK。好，那么你画，马上画线哈，这跟 case one 哈差别在哪里？从这边开始 ，OK， 从此啊。Case one, case two 不同。不再一样啊，就不同就好了啊。我们来看为什么。所以呢，
带入之后，你知道哈 ，y prime 减掉 r y 等于你的哈 y t 是吧 ？y t 等于 k e r t。把它叫做哈六十打，再试了，你得到 first order equation， non homogeneous， well known， 但是。你这个 Foster 嘛，它是 ELYT， 它刚好呢是 homogeneous equation 的解，所以它永远都不可能等于你原先那个 answer 是不通的。如果你说啊，我的 y 长相像 e r y t， 但是不信你带进去它等于零。OK， 这我们上个已经看过了啦，所以呢 ，answers for y 是 b， 记不记得多成一个 t？这个理由上一次已经讲过了，不再重复。这个题 ，OK， 代入六十大，你知道哈 ？Y prime，Y prime 就是哈，先这样写了 ，R T E R T prime 减掉 R 花 Y。R T E R T， 你希望 hope 它等于哈 K E 哈 R T， OK， 这个 R 是哈 unknown， 你不晓得的，等一下从这边把 R 找出来，看哪一个 R 才是真正我要的， OK。你从这边得到哈，先对 t 为温啦 ，r e r t 加上哈 r t e l t 对 t 为温变成 r e r t， 减掉这个 r r t e r t， 你希望它等于哈 k e r t。OK， 好，那么 ELT 不理他，因为他都不等于零哈，所以不理他。你知道 ，R 加，各位注意哈，我们能消就消了。你看 ，R T L Y ELT R R R T E L 哈，这两个消掉 ，OK， 这两个消掉，你是剩下的哈 ，R E L T 要等于哈。K E L T， 记哈 ，R 呢 ？Choose to be 哈 K， 你这边是什么 K？ 我 R 就去 K，OK、okay。完了没？走，你的这个answer 哈 ，Y T 等于哈 ，R 哈就 K 啦 ，T E。但是这是 non-homogeneous equation 的 particular solution， 所以它 general solution 呢要叫做 homogeneous form、okay？ 我你的六十打
手哦，这见到手不行。啊？外方讲 ROY， 他的航母今天 solution 是 OK， 任何的哈这个 S 方一 ROT 对不对？你用不一样的常数哈，所以呢啊哈 H 哈 YHT 加上啊 YPT 开机啊 ，YT 呢是 S 方一 ROT。加上 K T E 啊 ，R T， 我把我的 second order linear equation 呢，啊，跟前面一模一样了，我把它拆成两个 linear operator， 每一次。我就在处理 first order 的东西 ，OK， 得到了，把一个解决了，再去解决另外一个。那么每一次解决这个 first order linear equation 呢，我得到的都是 general solution， 所以整个的这个 second order equation 呢，就得到了 general solutions， OK。不是大了，就能收回去。所以 case two 我们解决了 ，OK。好的话，从根那么。我多了一个 T 在这个地方。好，开始算。啊，看 ，P P 王减四 Q 啊，加有零。所以呢 ，R 的话，贝塔哈，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是 R 的话 ，OK。S A 加 I B。所以贝塔了哈，看不看就得哈 ，A 减 IB， 好。那么一个方程式 ，OK， 它相对应的这一个代数方程式啊 ，SP1 减 PX 加 Q 等于零，如果有虚根哈，共轭虚根哈，那么哈，它一样有非常重要的哈应用问题。我们啊，基本上呢，我们要解的都是 real solutions， OK， keep in mind， 在微分方程里面呢，通常我们要写出来的答案呢，要为 real， 啊，因为你想想看嘛，当时间是怎么样的时候，我这个量是多少？如果你用复数来表达的话啊，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哈，是非常非常的奇怪的。OK， 非常奇怪。OK， 好。所以 case 3呢是非常特殊，非常应用非常广，可是它非常特殊。OK， 所以我们哈，除了大部分哈会有一样的流程之外呢哈，那么有一部分呢哈，我要特别提到。OK， 好，都是大呢是哈，样式哈 ，y double prime plus 哈 minus。然后加贝塔 ，y plus alpha 贝塔等于零 ，OK。各位注意这个地方了 ，alpha 加贝塔这时候等于啊 ，alpha 加贝塔就二 a。alpha 乘贝塔呢，哈 ，a 加 ib 乘上 a 减 ib 是 a 平方加 b 平方。那么一样的
as before. For case one. 因为你现在呢，阿拉贝拉不同嘛 ，OK? Here, 阿拉不等于贝拉，但是他们都属于复数 ，OK? In case one.阿拉瓦也是不等于贝塔，但他们是实数 ，OK， 这是唯一的啊不同。那么阿拉跟贝塔不一样，所以我们用 case one 可以完整的做出来 ，OK。same 哈 ，same 哈这个 process。Case one, we now have three external solution.To start.Y 等于哈，这个哈，这个哈，这个随便的哈。K 五哈 ，E R T， 让 K 六 ，E Beta T，OK、okay?。但是各位要注意啦 ，Alpha 跟 Beta 现在是复数，所以这整个落在。复数平面上，那么 in some sense 呢，哈，这个哈 physical 哈，在实际上呢，它是 meaningless 无意义的 ，OK？ 一般而言哈，no physical meaning。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有新的这种哈 subject， 怎么样从复数的解来找出实数的解，啊？We want to find out the general real value.Solutions for这个 second order equation from把这个叫七 star complex valued。我要的是 real value。好，好，一 r t 等于哈，阿罗我把它叫做 a 加 i b 啦。那么等于 e a e i b t。等于 E A E I B T 就 cosine B T plus I sine B T， OK， 我的 E beta T beta 就 A 减 I B， 那么等于哈 E A E 哈负 I B T。等一下 ，EA cosine 负 BT，cosine 是偶函数，所以负可以不要。
加上 sin 负 bt， sin 是奇函数，这边有一个 i， sin 是奇函数，所以把负号提出来，所以呢，你得到哈，我就直接写了哈，因为这是哈各位都非常清楚的事情。好，以下有一个两行就证得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结果，所以一 alpha t 等于一 alpha。E A T cosine T plus I E A T sine 哈 B T 哈，在这地方重写一次了哈，抱歉哈，这边重写。那么哈 ，E beta T 等于 E A T cosine B T。减掉 i e a t sin b t， 那么这个部分呢，叫做这两个指数函数它的 real part， 哈 e l o t， 它当然等于 real 哈。一倍的 t， OK， 这一波呢叫做 imagine， 哈 ，imagine I M E R T，OK，、okay， 好，那么哈一倍的 t， 因为这边有个负号啦 ，OK， 你没有怕，应该是负啊 E A T sin B T， 哈，我们用。好，上个业力就好。Clamp， 博士 ，real part e l o t， and imagine o e l o t。Are solutions real value？ 哦哈 ，double star。你取实数部分。取虚数部分，结果它的实数跟虚数部分呢都是解。不但如此，他们呢 generate all solutions， 他们的加减呢啊含了所有的解 real solution。Moreover， yt 等于哈。A 哈 real part E A T cosine 哈 B T 加上 B E A T sin B T other general solutions of two star。real value， 本来是两个 general solution 是 E L T 跟 E beta T 它的线性组合，你要变成
两个实数函数，它们的线性组合形成 general solution。那么为什么？首先哈，这一部分哈 ，easy to check。他们是解很容易嘛，你就把它带进去 ，two star， 就刚好满足嘛。那么第二个就有一点观念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 form 会是 general solution of 这东西？那么理由非常简单。对于这一波的这个理由哈，利用各位的哈这个聪明的这种智慧，我一下这个讲了以后，你马上就哈理解。我的 E L R T。我的 E 贝塔 T， 他们决定了所有的解，对不对？但是 E 的话 ，E 贝塔 T 呢，不管这个这个，通通都可以用他们的 real 跟 imaginary part 来解决、来决定。OK， 我 real part 加上 I imaginary part 就是 E 的话 T， 所以 E 的话 T 呢，可以从两个实数函数决定。一贝塔 T 呢一样的，这个跟这个跟这边加一个符号，你觉得变一贝塔 T， 如一个 imaginary part。就这样写就好了哈。两个圈圈啊，两个圈圈，三个圈圈。复数函数完全由这一个两个实数函数来决定。这两个数函数决定了所有的解，所以当然这两个实数函数也决定所有的解。那这你逃不掉，你只要能够描述成这个的，那么他们的实数跟虚数部分呢，也分别可以由他们来描述出来。OK， 所以我们哈解决了 case 三，那么。当你写 K 三的时候，它的解是这个，而不再是这个，因为这是复数的表述，这是实数的表述。OK， 好。接着呢，哈，所以 homogeneous part perfect OK。下面来谈 non-homogeneous second order 哈这个 linear equation。所以呢，哈 ，you can do， 哦，啊，还没有跟应用题扯上关系的这些纯数学的数学模式，哈 ，all 这个 part one， 这个 homework， 等一下我会筛，哦哈，三点六，所以 homogeneous part perfect OK， 不管哪一种 case。OK， 叫做 basta， 那他们今天的情况啊 ，y double prime，OK，、okay, minus alpha 加 beta，y prime，plus 哈 ，alpha beta，y 等于哈 bt。OK， 我们就实际来做 case one。
那么 case 2跟 case 3呢？哈，完全一模一样。为什么呢？他的哈 associate homogeneous。equation OK 是 y double prime minus ry 加 beta y beta y prime 加上 ry beta y 等于零。那么这一部分已经做完了 OK already done。already done OK 所以假设这叫哈 ，basta， 这叫哈 ，basta plan。如果你可以找到哈 ，yp for 哈 ，basta， 任何 homogeneous solution yh。For 哈 ，basta plan， then a general solution。要谈的 general solution 都是 real value 哈，啊 ，yh plus yp。那么 yh 部分呢？前面都做完了嘛，完全没有问题啊！不管 case 1 case 2 case 3，所以现在唯一的就求 yp 啦。OK。我们只要能够找到一个 YP， 建筑手术型就出来了。好，现在我们就来看。那么求这个 non-homogeneous has， 注意哦，我们刚是啊，你一定要啊，你要能够分类对，那么问题才容易做了。OK， 刚刚啊，我们呢哈、啊，我们利用。First order non-homogeneous 技巧哈，to solve second order homogeneous。现在呢，要解 second order non-homogeneous， 这两个是一样，可是呢，现在我们做的是这一项 ，OK， 跟刚刚呢。层次又提升了一个阶段，我们这也不能利用 first order 的技巧了。OK， 你看，都是 non-homogeneous， 你这边是 first order， 我是 second order， 所以你没有理由说我现在可以靠它。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但是它的这个 observation 哈，你观察怎么样去设定这个可能的。正解的那个样子哈，你的 answers 呢，跟在做 first order 的时候哈，几乎一模一样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比如说哈 ，y double prime plus 哈 ，some y prime，OK。
加上二 y 等于哈一 t。这里的 bt 也就是 force term。那么你先确认一下啦，这个会不会是 homogeneous solution 的解？如果是的话，当然情况要不一样了。OK， 那么这两个根分别是哈 ，r 是二，贝塔哎 ，r 是负二。OK， 贝塔是哈负一。OK， 你看嘛，负二乘负一等于二，减掉 r 加贝塔哈，负二加。阿拉加贝塔负三嘛，这边负二负的证明正三 ，OK， 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提供了一负二 t， 这个提供了一负 t， 我的 force term 是一 t， 所以我可以用正规的做法 ，OK， here， 你的 yht 等于哈 k 1一负二 t， 这样 k 2一户 t， 所以这用观察就得到了。你要找 ypt 啊啊，你的 ansets， 你希望左边要等于右边吗？左边含有函数，一是导函数，二是导函数，会产生 et， 那么唯一的可能。Y 的长相也要像 ET 一样 ，OK？Y、okay? 呢等于哈，这个哈 ，R 乘哈 ，ET， 那几乎100%你都啊找得到了哈，代入例子，你得到 Y double prime， 所以哈。你怎么围都是一样的样子啦，所以呢 ，R1T 这样三倍的 R1T to be 哈，要等于哈 1T， 所以呢六 R1T 等于哈 1T， 所以你知道 R 等于十啊，六 R 等于一啊 ，R 六四分之一。好看 So the general solution is yt 等于哈 yht plus ypt 等于哈刚用 k1 哈一负 t 像 k2一户 t， 这是 homogeneous solution， 加上最后一个 r 六之一啊，所以一点都不难哈，跟做 first order homogeneous 解哈这个 equation 的这个哈求解的这个动机完全一样。接着呢，我现在让我的 force term 嘛。变成多项式，例如了哈 ，y double prime plus 哈三 y prime 加二 y， 等于 t 平方哈减三好了，那么 y 会是什么？general form 会什么？再一次的哈，这一部分的这个啊，把它写成叫啊例二了哈。这个 y homogeneous solution 呢哈 ，same as 例一哈。OK。现在这边很不同了、啊。那么你要怎么样去从观察里面呢，去想出合理的设定哈、啊、解的设定呢？各位注意啦，
如果右边多项式呢，表示啊左边这些 y 呢也不可能为指示函数，也不可能为三角函数，所以呢唯一的可能哈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多项式。那么它最高次是到 T2 2，你微分的时候这个次方会变少嘛， OK， 所以呢你的 y 呢一定也要为 T 的哈最高次是二次，刚刚好是二次的东西， OK，所以这种设定呢，哈 ，unset。括号 y 哈 ，yt 呢，让它变成哈 ，at 平方加 bt 加 ct， 加 c， 这是非常合理的一种设定。那么找出 a、b、c。来满足这个方程式 ，OK， 代入。第二哈，我们来看，啊，代入以后呢，哈 ，y double plug， 所以你先写下来哈 ，y double plug 加上 b 加上三倍的。at 平方加 bt 加 c plus 这样两倍的 y 你希望呢 to be equal to t 平方减三那么哈，这边先写下来，哎，几哈，这个微分呢是变成二 a t plus b， 那么二次导数哈，就是一次导数再微分一次了，变成二 a， 哎，对吧？三二得六，六 a t 对 t 微分变成二 a 哈。你希望它等于哈？一两点三，好啦，简化。二 a 加上三二得六，六 a t 加上三 b。加上二 a t 平方，加上二 b t， 加上二 c， 它等于 t 平方减三。好啦，唯一的 t 平方是来自二 a， OK。这样 t 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我用掉了 ，b 的部分呢，哈，六 a。用掉了，二 b t 哈，用掉了，还没有没有 t 的哈，加上常数部分二 a 用掉了，三 b 用掉了，将二 c 用掉了，啊，我说的都做过记号，表示通都用了哈，等于 t 平方减三。减零乘 t 啊，减三，所以这告诉你呢，二 a 要等于一，六 a 加二 b 要等于零 ，t 的系数是零嘛，这一项要等于负三，所以你马上得到 a 等于二分之一。那么哈，二 b 等于负六 a 哈，二 b 等于负六 a， 所以 b 等于哈负三 a，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三。OK， 负三嘛乘二分之一，所以负二分之三。c 呢哈，那么就从这边得到哈。
六 a 哈，二乘二分之一，这样三 b 三乘负的二分之三，加上二 c， 要等于负三。好，算一下，这是一减掉二分之三，三得九，这样二 c 要等于负三。所以二 c 等于哈，负三减一加二分之九，减三减三减六哈，减六加二分之九，二分之一，这四分之一，如果没有计算错哈，那就是等于西了哈。OK， 把二除过来哈，算你到 a b c 了，你的 answer 就出来了。所以呢哈。YP 哈，不利啊。S，YP 等于 A，S 哈二分之一 ，T 平方，加上 B 哈负二分之三 ，T， 加 C， 加负四分之三 ，OK， 所以它的general solution。For the S 啊 ，homogeneous solution 是吧 ？K one 哈一的这个照抄一次了哈，一的负二 t 加上 K two 一的负 t 加上哈这 yp。所以这个 motivation 哈，最重要哈，其他计算哈，各位，你学文用方程哈，事实上是在进入应用数学的哈，这个这种观念哈，跟这种精神的一种哈，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过程哈。所以 OD 这门课呢 ，OK， 它跟这个纯数非常非常不一样。纯数呢，你要去证明每一个定理，证明你讲过的每一句话。那么 ，ODE 呢？哈，它分成两部分，一个是建模方面，哈，一方面呢，哈，是这个解的这个值跟量的分析。那么你值跟量的分析呢，哈，尤其量的部分呢，你要找尽数学上所有的你可以用的工具呢，来解决问题。OK， 所以对很多经过长期这种纯数的这种逻辑训练的人呢，他会有一种。做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先证明看看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用。OK， 那么在应用科学的哈，从我们的眼光来看，那这个学生呢，会在原地踏步踏很久。OK， 该前进他不敢前进。OK， 所以哈，这是告诉你什么？你应用数学就是一定要去算。OK， 遇到这个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再用你的大脑去想一想 ，OK， 会不会柳暗花明？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数学的工具可以使用？你应该把心放在这上面，而不是说啊，我用每一个定理，这些定理都要先证，那你就惨了。OK， 你就掉到沼泽去，动不了的。OK， 所以这个硬功夫在 OD 的课程里面呢，啊，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说，一步一脚印，你都要确实去做。OK， 你不要说。啊，这个计算都很简单，我才不管你简单不简单，你把答案写出来，这才重要，而且要正确的答案。所以哈，确确实实做题目哈，当然是重要了。行哈 ，technique， 我哈 ，y double prime。这个 minus py prime plus qy 等于你的 bt 是三角函数，你 bt 不再是指数函数，也不再是三角函数，那么这时候呢，
你好，我今天的手术还是很简单，对不对？那么你的 YP 呢 ？Answers。你希望右边是 sin 或 cos 嘛？所以你的 y 或者 y plus 那些一定有 sin cos。OK， 所以呢，你的 answers 跟之前的 first order 一样哈，让 yt 等于哈 r cos 哈。例如说哈，这 case 的话。啊，如果这是 A， 那么你这边哈，一定会有 sin cos， 然后呢代入，找出哈 ，RS， 这是你的 YP， 那这样手术，S 哈 ，YHT。YPT， 这 Y 部分早就哈，右边那个零那个我们早就做过了 ，OK， 所以这个也结束。你要自己去问自己啦。如果我的 BT 呢，还有指数函数，加上多项式，加上三角函数，那么你现在绝对有能力去做它们哈。BT 呢是好几个不一样函数它的相加减。你一样可以找到它的 particular solution， 你一样哈可以它 homogeneous solution 哈都可以，那 general solution 就找得出来。好，今天到此为止。